我是凯瑞，我觉得我们是 ACS 营运打得最好的队。这座奖杯我们将会带走，因为我们有着联赛最强的凯撒路，当然还有宰自己的巨打野。这是我们庄敬第一次打冠亚赛，希望可以也是拿到第一次的冠军。我们会用实力证明，庄敬的王朝即将来临。我是青年勇士的小姚，不管遇到什么对手，我们都会碾压过去。看走吧，我要他们知道谁才是真正的凯撒霸主。这条逆袭之路去冠军只有一步之遥，等着吧，庄敬猛虎。冠军终将属于我们。我们是庄敬猛虎，我们是青年勇士，永不放弃是我们的信念。